你全家人都是信主的吗？嗯，我从小在东正教家庭长大，但我的家人并非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哦，哎，那你是什么时候接受神的末世做工的？二零二零年夏天，当时我和妹妹阿尔比娜，在网上看到了一部全能神教会的电影《梦中醒来》。 电影中说主耶稣已经回来了，我们感到很好奇，就下载了全能神教会的 app，联系到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跟我们见证，全能神发表了许多真理，做了审判洁净人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一般得胜者。我非常兴奋，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看到全能神的话有权柄、有能力，都是真理。 我意识到，这些话不是任何人能说出来的，这就是神的声音，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嗯，我和妹妹都很激动，高兴的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并在网上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交通神的话。哦，没想到爸爸看到我们经常在网上参加全能神教会的聚会，不像圣像祷告。 就说我们信的是另外一位神，是背叛了主耶稣。哦，听父亲这么说，你怎么想呢？他这么说不对。因为通过读全能神的话，我知道了全能神和主耶稣是一位神一位灵，是神在不同的时代做了不同的工作。恩典时代，神取名叫耶稣，做了救赎工作。 末世神又道成肉身，取了新名，做了审判洁净人的工作。全能神是主耶稣再来取的新名。我信全能神，并不是背叛了主耶稣，而是迎接到了主的再来，是跟上了神的脚踪。而我爸爸他没有读全能神的话，不认识神的做工，不知道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嗯。 那这些你跟你父亲说了吗？我试图向他解释，可爸爸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仍然坚持他的观点，甚至还咆哮着说：“如果再让他看到我们读全能神的话，他就打我们，就是把我们打死，他为此坐牢，也要让我们放弃信全能神。”听爸爸这样说，我很震惊。 没想到，他为了不让我们信全能神，竟会说出如此恶毒的话。那天，他把我和妹妹赶出了家门，我们穿着睡衣在外面坐了几个小时。当时我特别伤心难过，就向神祷告：“神啊，我现在有些软弱，但我知道我必须坚强，必须忍受这些。” 不管爸爸怎么拦阻我，我还是要相信你。愿你加给我信心力量。那时候我读到一段神的话：要有我的胆量加在你的里面，在不幸的亲人面前也要有原则，但你还要为我的缘故不向一切黑暗势力屈服，凭我的智慧行完全的道，不让撒旦的阴谋得逞。 尽其所能将你心摆在我面前，我必安慰你，使你心得平安喜乐。神的话让我心里很温暖，使我振作起来。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爸爸再怎么拦阻我，也在神手中，我不应该怕他。我应该祷告神，加给我胆量和智慧来经历这个环境。 从那之后，尽管爸爸经常对我大发雷霆，禁止我与弟兄姊妹联系，甚至经常检查我的手机，但我还是努力躲避爸爸的监视，常常躲在嗯厕所、浴室、地下室、花园里，在网上与弟兄姊妹进行交流。嗯，是啊，多读神的话，才能有信心在这样的逼迫中站立住。嗯，是。 嗯，不久我们开始在教会里操练浇灌新人，偷偷的进本分。但随着浇灌的新人越来越多，我几乎整天躲在房间里给新人聚会交通。爸爸就怀疑我还在新生聚会，就更加密切的监视我。不仅查我的手机，当我一个人在房间时，他还会悄悄溜进来看我在干什么。他还在家里安装了监控。 甚至让我弟弟监视我们，并为此答应给我弟弟礼物。有时，我不得不删除手机中所有关于信神和金本分的内容，暂时离开聚会群组。但最终，我信神聚会还是被爸爸发现了。那天他又喝醉了酒，对我大吵大闹，还说了些亵渎神的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对爸爸说：“我信的是真神，是主耶稣回来了。全能神发表了许多真理，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脱离灾难，这是唯一能拯救的机会，我不能不信。如果你继续阻止我们信全能神，那我们只能离开你们，出去找房子住。”哦，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啊嗯，爸爸听后没说什么。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再谈论关于我信仰的话题，不再逼迫我。我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可没想到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一天，我刚开始聚会，妹妹就跑过来说：“爸爸让我把手机给他。”我没有照做，我知道他可能会摔坏它。 嗯，手机对你来说很重要。嗯，是，手机是我们与教会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也只有通过手机，我才能读到全能神的话。嗯。于是，我就赶紧联系了教会的姊妹，解释了家里的情况，并把我负责的新人交给姊妹教管。之后，我就把手机藏了起来。那天，爸爸打电话。 把大伯叫到我们家，想让他也一起阻止我们信全能神。我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逼迫我们。这时，我想起了一些神的话。全能神说：“神在人身上所做的每一步工作，在外表看到的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 或出于人的搅扰，但是背后每一步工作、每一件事，都是撒旦在神面前打的赌，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就像约伯受试炼的时候，背后是撒旦与神在打赌，而临到约伯的是人的作为，是人的搅扰。在你们身上，神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背后都是撒旦与神在打赌，背后都有征战。神做工作，神看顾一个人，监察一个人，神厌重称许一个人，撒旦也尾随其后。他想要迷惑、残害这个人。神想得着这个人，他就极力的阻挠，用各种邪恶的方式。 试探、搅扰、破坏神的工作，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想让神得着任何人。他想把神要得着的人夺过去，让他占有，被他控制，被他掌管，来敬拜他，与他一同行恶，来抵挡神。这是不是撒旦的险恶用心呢、啊？ 撒旦与神征战，尾随神后，他的目的就是想拆毁所有神要做的工作，占有控制神要得着的人。他想把神要得的人全部灭了，如果不灭的话，归他所有，被他所用，这就是他的目的。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今天我临到家人的逼迫，是来自撒旦的试探搅扰。撒旦不想我信神跟随神，得着神的拯救，就利用家人来攻击我，逼我否认神、背叛神，这是撒旦的诡计。我想起约伯经历失恋时遭到撒旦的攻击，万贯家产没了，儿女也都死了，他自己还浑身长疮。 在那么大的痛苦中，约伯仍然为神做见证，羞辱了撒旦。我也应该效法约伯。无论爸爸和大伯怎么逼迫拦阻，我都要坚持信全能神，站住见证，让撒旦蒙羞。嗯，神的话能给人信心和力量啊。是、哎。那你大伯对你们信全能神是什么态度？ 他一进屋就开始劝我和我妹妹放弃信全能神。他说：“你们离开了主耶稣，不去教堂祷告聚会，这是背叛主。”我说：“全能神和主耶稣是一位神。全能神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揭开了许多真理奥秘，比如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奥秘。” 神三部做工的内幕，神明的奥秘等等。全能神还揭示了人类犯罪的根源和被撒旦败坏的真相，给我们指出了蒙拯救的路。世界各国许许多多的人看了全能神的话，都承认是真理，是神的声音，迎接到了主的再来。你怎么能说我们信全能神是背叛主呢？ 就像主耶稣来做工事，有许多人离开圣殿跟随主，你能说他们是背叛耶和华神吗？那些听见有人见证主来，不听神的声音，不跟随主的人，才是背叛主呢。大伯听后更加恼羞成怒，说：“看看他，我说的这些，他丝毫听不进去。” 反倒教训起我了，还想给我传全能神，把我拉进他们的教派中去。这时伯母也来劝我，还带着嘲笑的口气，说我应该和其他女孩那样早点结婚，有个稳定的工作和家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知道信神传福音。我反驳说。 信神这段时间，我读了不少全能神的话，也看透了一些事儿，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人到底该追求什么最有价值。这几年，瘟疫、战争、饥荒越来越严重，肉体过得再安逸，享受的再好，能救命吗？能使人脱离灾难吗？只有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得着真理，脱离罪恶，才能在灾难中蒙神保守，生存下来，进入神的国。这是唯一蒙拯救的路呀。嗯，你这么交通，他们什么反应呢？他们不吱声了。看我态度坚决，又打电话叫了我外公和舅舅一起来围攻我们。全家人都起来反对，这是个不小的试探呢。嗯，是。 当时我想起了在中国受迫害的弟兄姊妹是如何在逼迫患难中站立住的，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神做见证、羞辱撒旦。我就向神祷告：“神啊，我不知道接下来外公他们会说什么、做什么，愿你嫁给我信心力量。”外公一进门见到我和我妹妹就开始骂。 拿着皮带威胁我们：“如果你们两个不停止信全能神，你们以后就不再是我的外孙女儿。”我听他这么说，我心想：“让我放弃信全能神，这永远不可能。就是全家人都弃绝我，我也不会放弃。”主耶稣曾说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被人弃绝不可怕，人离开谁都能活。如果被神撇弃了，那就彻底完了。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拦阻，我都不否认神。我坚定地说，我认定全能神就是真神。不管你们怎么说，到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信全能神。妹妹也说，她也不会放弃信全能神。 在场的每一个人听我们这么说都非常惊讶。我大伯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拿着我的手机逼问我：“你每天都给谁打电话？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把他们的手机号码给我，我要去向警察举报他们。”还让我解开手机密码，我没有答应，他就更加愤怒。 我看你现在是无药可救了，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应该把你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治疗。他们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坚持。是，在他们眼中，信神只是一种宗教信仰。他们觉得那些为神撇弃花费的人都是不正常的。之后，其他家人也轮番上阵。 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我，但我和妹妹并没有动摇，还反驳他们。他们拿我们没办法，就回家了。那之后他们还逼迫你吗？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第三天，爸爸又给我们看了很多栽赃抹黑全能神教会的视频。我非常反感，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他们在诽谤全能神教会。我虽然信全能神时间不久，但我读了神的话，明白了一些真理，知道了脱去罪恶得洁净的路途，也知道了人到底该追求什么才有意义。我开始操练根据神的话看事，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了些分辨。我已经在某些方面有了好的改变。 信全能神给我带来了很多益处，我感受到了内心的平安和充实。我确信这就是真道，是神带领人走的路。于是我就对爸爸说：“你们不考察神的末世做工，居然听信网上的谣言谬论，这都是魔鬼的谎言。我信的是真神。” 我刚说几句，爸爸就打断我的话，对我一顿训斥。后来我大伯又来了，他也给我施压。凯安娜，你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非常爱你。我们阻止你是为你着想，以后你会感谢我们的。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他的话。 让我想起了撒旦是如何利用约伯的妻子攻击他的。约伯的妻子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身死了吧。”但约伯并没有听他的，而是斥责他妻子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今天，我也临到家人的逼迫拦阻，他们说是为我好。 其实是为了逼我放弃心全能神。我厌烦他们的谎话和伪装，所以我只是静静的坐着，没有理会他们。尽管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要告诉他们，但我知道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爸爸见我不听他们的，拿起皮带往我脸上和手上打了好几下。 我感到火辣辣的疼，忍不住哭了起来。最后，我和我妹妹的手机还是被他们收走了，我们没有办法与教会联系了。之后，爸爸继续监视我们，他不许我们读神的话，更不让我一个人待着，他总是跟着我，甚至观察我的面部表情。 如果看出我在想什么，他就会大喊大叫。你连想都不要想，你信的神。哎呀，他连你想什么都要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心里很压抑吧？是。这让我想起了全能神的话。信与不信的本不是相合的，而是敌对的。凡不信道成肉身的神的人都属于魔鬼。 更是将来灭亡的对象。撒旦是谁？魔鬼是谁？神的仇敌又是谁？还不是那些不相信神的抵挡派吗？神的话揭示了不信神的人的实质。我以前认为家人是最亲近的，可通过家人一次次的逼迫拦阻，再结合神的话，我才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他们虽然是信主的人，但在面对主再来这么大的事儿上，他们没有丝毫寻求的心。他们不听神的声音，不迎接主，还想方设法的拦阻我和妹妹接受全能神，说了许多论断定罪全能神的话。他们都是信神却仇恨神、抵挡神的人。他们是神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借着精力逼迫长分辨了，是啊，嗯，这个过程中也有过软弱的时候吧，有过。虽然对家人有了些分辨，但因着总被家人监视，没有办法聚会，甚至我和妹妹都不能单独相处谈论心神的事儿。时间长了，我心里就有些软弱。那时。 我想起神的话说：“不要灰心，不要软弱，我会向你显明。国度路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哪有那样便宜的事？轻而易举就想得福，不是吗？今天人人都要有苦的试炼，否则你们爱我的心不会加强，对我不会有真正的爱。” 哪怕是一点点的环境，人人都要过关，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试炼就是我的祝福。经常跪在我面前求我祝福的有多少？傻孩子，总认为说些吉利的话就是祝福，总不认为苦就是我的祝福，与我的苦有份的。 与我的田必有分，那是我的应许，我给你们的祝福。神的话让我心里感到很温暖，我感觉神离我很近。神知道我心里的想法和现在的感受，用他的话语安慰鼓励我。我也明白了，进天国的路为什么是艰难的。 真道为什么总是受到迫害和拒绝？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他不允许神的到来，不允许神发表真理拯救人，更不允许人信神跟随神。所以，信神跟随神的人就会受到逼迫。恩典时代就有许多人因着信了主耶稣而受逼迫。 甚至为主殉道。现在到了国度时代，神再次道成肉身拯救人。在中国，有许许多多跟随全能神的人，遭受了中共政府的抓捕迫害、酷刑折磨，但他们依然能坚定的信神、跟随神、为神做见证。今天，我因着信神，临到家人的逼迫。 能在撒旦面前为神做见证，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虽然我现在的处境有些艰难，但这有神的美意。因为我的信心太小，也看不透撒旦的诡计。借着家人的拦阻逼迫，让我学会了依靠神，学会寻求真理找分辨。这样的环境。 能帮助我明白真理，身量长大。明白了神的心意后，我的心平静了，不再那么焦虑了。我决定要依靠神去经历。谁反对拦阻我都无所谓，只要神与我同在。在经历逼迫的过程中，有神的话带领，信心越来越坚定了。是，感谢神。 那时候，嗯，家人一直坚持逼迫我们，我们无法看神的话，我心里很难受，开始考虑从家里逃出去。在我来看，逃跑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我离开家，我就能正常的信身。但所有逃跑的途径都被堵死了。爸爸总是在家里，我不知道如何避开他。 其他人也都在监视我，而且我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如果我真的离开家，我又怕爸爸会报警抓捕弟兄姊妹。我非常沮丧，总是忍不住哭，还不敢让别人看到。那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我在房间祷告时， 我特别害怕爸爸会突然闯进来，害怕他砸房门、大喊大叫，更害怕他会打骂我和妹妹。我不知道这样的迫害还要持续多久。想到弟兄姊妹都能正常的尽本分，还能参加聚会，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很羡慕他们。我就向神祷告。神啊！ 我现在在家里心神非常艰难，我想离开这里，自由的聚会尽本分，求你为我开辟出路。一天，我终于有机会避开所有人，在手机上看到了神的话。全能神说，在经历试炼的同时。 不管人软弱也好，或者里面消极也好，对神的心意不明白，或对实行的路不太透亮，这都正常。但总的来说，你得对神的工作有信心，能像约伯一样不否认神。约伯虽然软弱，咒诅自己的生日。 但他不否认，人生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耶和华赐给的，夺去这一切的也是耶和华。无论怎么试炼，他都是这么认为。在你的经历中，不管在神的话上受到什么熬炼，总的来说，神要的是人的信心，是爱神的心。 他这样做工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爱心，也是人的心智。神在人身上做成全的工作，人看不见、摸不着，这种情况就需要你的信心。在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事上，需要人的信心；在你放不下观念的时候，需要你的信心。 在你对神的工作不明白的时候，需要你的信心，需要你站住这个立场，站住这个见证。当约伯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了。就是说，你在信心之中才能看见神，你有信心，神就成全你。 你如果没信心，神也没法成全你。许多事临到不符合你的观念，但你能放下，从中认识神的作为，在熬炼之中显出你爱神的心，这才是站住见证。如果你家庭平安，个人肉体也享受，没人逼迫你。 教会的弟兄姊妹还顺服你，这能显出你爱神的心吗？这能熬炼你吗？熬炼之中才能显出你爱神的心。借着不符合你观念的事临道才能成全你。神就借着许多反面的事，许多消极的事来效力。 还借着许多撒旦的作为、撒旦的控告、撒旦的搅扰、迷惑等各种表现，来让你看清撒旦的丑恶嘴脸，以此来成全你对撒旦有分辨，达到恨恶撒旦、背叛撒旦。阿门<们>。哎呀，神的这些话真好。是，通过读神的话。 我清楚的明白了神的心意，认识到信神必须经历失恋、熬炼，只有在熬炼的过程中，才能对神产生真实的信心。就像约伯，当他经历失恋，为神站住见证后，他对神的信心增加了，撒旦也蒙羞退去了。嗯，我应该以约伯为榜样，在这样的考验中。 为神站住见证，但事实显明，我的信心太小，不堪一击。当我在安逸的环境中能正常聚会时，我的信心很坚定，还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埋怨神。但当我临到家人的逼迫，被关在家庭的牢笼里没有自由时，我就消极软弱。 虽然我没有放弃信神，但我却总是抱怨，总想逃避苦难的环境，寻求安逸的生活和轻松的信仰。这充分说明了我有背叛的本性。想到约伯，他有坚定的信心。当他面对撒旦的试探和攻击时，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神的话，也没有向神。 提出任何无理智的要求，更没有质问神，为什么许可这些事临到他。约伯有一颗顺服神、敬畏神的心，而我却没有。我意识到，神现在正在通过这些环境检验我，成全我的信心。如果我总想在安逸中信神，总想逃避神摆设的环境， 不从中学功课，那么我将一无所获。现在想想，虽然我是受了点苦，但神一直与我同在，带领着我。我软弱时，神的话语安慰我、鼓励我，我怎么还能对神抱怨呢？我真是没有良心。我以前。 羡慕那些不受家人逼迫的弟兄姊妹。但仔细想想，谁的收获更多？是生活在平安和恩典中的人，还是经历迫害和苦难的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由神安排。但神不做无意义的工作，只有神知道哪些环境对我的生命长进有益处。 而我不知道，我应该顺服下来，寻求等候。嗯，明白了神的心意，就能顺服下来，看到神做的一切都好。是、哎。那后来你是怎么聚上会的呢？是神为我们开辟了出路。哦。不久后，爸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开始经常外出。那段时间。 我和妹妹能安全的聚在一起，交通神的话。而爸爸安装在家里的那些摄像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认为对我们不利，反而保护了我们。因为爸爸每次回家，我们都能从摄像头里看到他，赶紧停止聚会。当他离开后，我们又继续交通。哦。当爸爸在家时，我们无法参加聚会。 就会争取爸爸的允许去商店。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交通神的话。哎呀，这挺好、啊。到了二零二二年，教会带领安排我继续交管新人。后来我做了负责人，我依然在爸爸的逼迫拦阻中坚持尽本分。嗯，经历过来，对神越来越有信心了。 我经历了神的话语，看到了神的全能和智慧，对神有了信心。我学会了依靠神，也操练了独立持和神的话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对不幸的家人有了分辨，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们了。这些都是我在安逸环境中学不到的。神的工作是多么美好和实际！ 我从心底里感谢全能神，感谢神，感谢神。